在这里我想请问林市长，你知道今年度追加减税入多少吗？我们请市长回答好不好？林市长，老市长请回答。我们总的税入哈是997再加20，991啊，再加上207亿，11。市长，你到底知不知道？你要这个计算一下。连这你都唔知，你是要做什么起定啊？对，对了。财政，台中市财政多重要，你竟然都不知道？因为有追加嘛，所以要从原来的数字再加上去。嗯。你应该要去注意啊！现在正在增加预算的时候啊。那我再问你，追减多少？我们的税入净追加是45亿嘛，税出的这个净追加是这个62亿嘛，所以短差是17亿。然后这样子总预算，我们的税出啊总支出是1198亿。要不要改叫那个林显清林市长，你来回答？市长请坐。好，等一下，林局长你坐下来。我告诉你林市长，我们的税入啊编了45亿多，然后税出编了62亿多。